念念想众生，诸佛菩萨念念想我们世界苦难众生呢、啊？他来不来？来了，我们不认识了。那他有没有办法？他没有办法。为什么没办法？众生不相信，众生不能接受，众生扭曲了佛的教诲，佛还是在，没离开我们。等，慢慢等，等你什么时候觉悟，什么时候回头了，他就现身。那我们认识了，那我们没回头，他也现身，不认识。啊，你像海鲜老和尚，啊，老人家在世的时候，大家跟他在一起，不认识。啊，等他老人家往生了，非常后悔。啊，没有跟他多学一点。其实他全面付出了，我们得到的很有限，我们的心量太小，迷得太重。啊，这些光碟给我看，我看出门道出来，我向大家报告，大家一对看看，跟经上讲的相不相应。啊，所以我的看法，它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汇集本，活的。他把无量寿经汇集本全部都做到了，点点滴滴都做到了。啊，所以我说那一篇光碟是无量寿经的总结，妙极了。三转法轮里的叫做正转呐、啊，啊，经典注解，我们在一起研究讨论都是劝转，啊，释转，佛做的，佛讲经是释转，我们不想，无法体会呀、啊，啊，这有注解。给我们讲解，我们互相在一起学习，劝转，劝自己也劝大家，劝大家也劝自己，自他是一不是二。劝他不劝自，是欺骗人的。劝自不劝他是小乘人的，啊，劝他就是劝自己，劝自己就是劝别人，啊，这是正法，啊，所以佛确实大悲无边。就是大爱无边的佛法，不讲爱，讲慈悲啊，大慈大悲，无量无边，所以常寂光没有边际啊，一往昔思的意思，下文一同此解。于立业无边，故光明无边，具德无尽呐、啊！啊，都是一个爱众生，爱众生就跟爱自己一样啊！众生就是自己啊，爱众生是真正爱自己啊，不爱众生是迷失了自己啊。啊，自己天天造业不知道啊！啊，你是真修是假修，是真学是假学，完全你有没有
你那个慈悲有没有在众生那边？众生无量无边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都是众生。啊，我对人爱，我对动物爱不爱？我对植物爱不爱？我对我的生活爱不爱？对我的工作爱不爱？为什么？没有一桩事情与众生脱离关系，是没有关系的，你找不到啊。啊，这是大乘啊，小乘有局限，大乘没有局限。啊，所以小乘只于四果罗汉，不能成佛，不出十法界，啊，大乘才能超越。啊，又何况这个经，这个经是一佛乘，是大乘里头最究竟的、最圆满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